现在我们来测试 AI 助手的功能。 AI 助手方面，只要我们说得出来，它几乎都会帮我们做解答的部分。例如今天台湾桃园的天气，今天桃园全天阴，气温13摄氏度16摄氏度，空气质量优，有东北风3-4级，有点凉。100台币是多少人民币？100台币是多少人民币？100台币可兑换成22.91人民币。帮我播放周杰伦的歌。即将为您播放屋顶。不管是听歌还是换算一些有的没的，都可以帮我们做处理哦。